哇，叔叔站台嘅感觉，喂，好兴奋啊，真系。讲咩话？我话如果阿 Sir 下次搞选举咧，想 call 咁多人上嚟啊，使多少少钱在所难免咯。系啊嘛，我哋阿 Sir 实力雄厚，唔使教贿选呢一招。唔系贿选，系要使多啲钱，减多啲电费，减多啲差饷，啲人先会上街支持佢噶嘛。咁啊系，不过搵人上嚟站台都要挑选得小心啲啊。哦，万一搵到四个笨蛋一个坏蛋，就会有反效果啊。哦，我哋香港都一样噶嘛。啊，临上街前，值到好多嗰啲坏蛋啊、笨蛋出嚟讲嘢，刺激人上街噶嘛。我唔信，香港边有啲咁蠢嘅人啊？你咪咯。哎呀！讲到，我命不应该放弃嘛，对不对啊？哇，心叔你睇下，气势好旺盛啊！哇，我都净系震撼添嘛！喂喂喂，头先我哋咧嚟嘅时候，兜口兜面撞到好多反对派噶嘛，你话会唔会混咗入去啊？嗱，我话肯定有啊！咁就大件事啦，俾佢哋学识咗逆转性嘅话，用乜嘢立法会选举赢翻我哋噶？西豪，你放心啦，你睇下呢个场面，冇20万，都有10万人啊！香港啲反对派集会。幾百人出席已經算偷笑啦，籌碼都冇，你學咩人逆轉性啊？咁又係，好似我哋呢啲萬零銀嘅打工仔，走去學李嘉誠幾百億嘅理財哲學，都係嘥氣嘅啫噃。不如我哋放心睇戲啦。我與蕭萬長先生得票已經超過一半，當選中華民國。第十二任的总统、副总统。顾了八年，终于要出头了，蓝天再现了，台湾马英九当选，加油！选举是我个人的失败，不是台湾的失败。只有改变，台湾才有希望。只有改变，人民才有机会，对不对？我要在这里向大家保证，执政后的国民党会从感恩出发，从谦卑做起，我们会努力的倾听人民的心声。我们在野八年，非常能够感受到人民对现状的痛苦跟无奈，我们会把他们的心声当作是我们执政最主要的依据，我们会勇敢的检讨反省，我们会努力的来改革，来把我们政治社会改得更好。哇，俾钱啦，心叔，你真系巴闭啊！估到边个赢？梗系啦，台湾呢电影啊嘛，喂，而家咧可以话系台海统一最好时机啦，心叔，因为台湾同大陆终于都一模一样啦，都系一党独大。喂喂，快啲叫阿 Sir 多做事少说话啦，密约啊小马哥拜回温总，替做和平啦，千祈唔好我有担心啊！点解咧？啊！你知啦，小馬哥咧，俾人一激親咧，就會鬧兜口兜面鬧國家領導人噶啦嘛，又話咩佢哋野蠻啊，咩自以為是啊咁樣，咁我擔心見到面一鬧起上嚟，累到阿 Sir 啦。唔會嘅，唔會嘅，唔會嘅。正所謂屁股指揮腦袋啊嘛，阿小馬哥上到嗰個位嘅，應該會自己封口冇事嘅。我仲有一樣嘢係好擔心咩咧？小馬哥嚟到香港咧，淨係著條短褲啊出嚟跑步啊。已經引起咗啲馬迷尖叫啦嘛！哇，如果翻到神州大地，又著條短褲出嚟，又乜嘢半邊天都冧埋㗎？咁又係喎，到時搞到啊民眾對我哋領導人要求高咗，唔再係露兩手包個餃子就搞掂，可能要露兩腿㗎咯噃。誒，使唔使揾個新嘅總理咧嚇？揾邊個咧嚇？梗係揾劉翔啦、啊！大家咧，執執
台灣大選旅行團啦、啊。嗱、啊，為免大家發生衝突咧，我哋分一分人先啦、啊。支持綠營嘅唔該，左邊；支持藍營嘅唔該，右邊。哇！真係民意幾準確啊！大家都側埋一邊啊！可惜你哋冇機會投票啦。好，台灣大選就好多嘢睇嘅，唔該睇睇呢一邊先。啊，小馬哥咧，哇，又喺度跑步啦，真係勤力啦。最容易咧都繼續拉票喎、啊。嗱、啊，咁我哋支持小馬哥嘅話咧，可以買下小馬哥嗰啲咁樣嘅手板紀念公仔啊，一路贏緊，一路升值嘅喎、啊。如果你爬冷咧，不妨去買謝長廷嗰啲公仔啊，趁低吸納啊嘛。不過如果你想真係有收藏價值嘅咧，梗係買阿 B 嗰啲公仔啦。事關佢一落台啊，佢啲公仔就俾人哋打爛曬噶啦嘛。到时想揾翻个都难，物要罕为贵，肯定可以有炒卖价值嘅。有人话咧，台湾大选咧就系笨蛋对坏蛋嘅游戏啊，啱啦嗱，而家复活节，得意同大家玩下蛋啦吓，我带咗红鸡蛋嚟请大家食。嗱，新总统诞生都系 B B 仔出世咁啊，食红鸡蛋咧就至啱啦。嗱，又可以咧准备啲臭蛋啊，睇到边个坏蛋唔顺眼咧就掟佢啦。嗱，如果嫌唔够坑嘅咧，就准备啲台湾铁蛋，一嘢掟埋去就够激啦。不过咧，掟人就好啦，唔好俾人掟翻转头啊！我哋呢度冇防弹玻璃嘅，嗱，玩蛋就还玩蛋，千祈就唔好学上届咁样出子弹，如果唔系啊，落咗台都俾人叫佢做滚蛋咧。啊，我拉你讲，而家地下棚咧系一比九，即系你买一号咧就赔九，又转咗路啊！是一比九十九，哎呀，好像我哋沙士嘅时候开嗰啲消毒药水，一比九啊九啊，洗到你个袋干干净净啊！喂，仲有人继续买绿色，有冇咁绿啊？真系绿亲不赢啊！吓、啊，仲话绿足有礼，哇，绿绿无穷啊！哇，穷死你啊！咦，又跳咗咯噃，系一比九九九啊！哎呀，大老婆唔使睇啦，真系马玲都当信，庆祝啊小马哥当信。点解咁有信心？你听我名都知啦，有马有狗，狗马亨通。诶、哎，你话阿谢啊惨啦，谢晒又长停喎，真系唔努力啊！诶、哎，买定啲当信就啱咯。恭喜啊，小马哥做咗台湾的总统啊！你睇我啊，我落重住喺你嗰度嘅，买咗你几多公仔啊！更加恭喜你咧，一党独大。咁样先做到强势领导噶嘛，下面啲人就唔会冇大冇细啊！嗰个谢长廷成日话今日西藏，明日台湾，梗系唔会啦！你开放咗一中市场之后啊，就好似香港咁样啦，谷底反弹，先嚟个自由行，再嚟一个 QDII， 分分钟啊！你哋台股直通车仲快过我哋港股直通车啊！哇，到时你哋台湾真系想穷都几难啊！台湾人民已经用选票做出决定，阮接受败选的事实。今天不要为我哭泣。我接受这个结果。完全清楚输不起，仍然狠心推开你，就是这分钟过后，垂头丧气也胜利。被一致啊推举谢总统参选人来带领民进党的主席啊，党务选务合在一起，全力打赢3月22号的总统大选的选战。从来都只失去恋爱的寄望，然而不可一切事情将错就错，而从此我有望才能保证好过，就算自己每晚是不能一个。